房子有没房子好了，说话客气点。哎，对不起，有种就打轻兵去。对不起，小伙计不懂事，您都包涵点。对不起，房子都给军队和难民住满了。附近有什么寺院没有？附近没有，北郊十里到一间金华寺。好极了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客官，那可不能住的呀。为什么？听说那儿闹鬼。 哦，闹鬼！我倒要去见识见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客官，好啊，怎么样？是吧？哎，客官，客官，客官，你哪儿的？金华寺哪位去？金华寺，不去，不去。 哎，哪去？客官，啊，是你啊，北郊金华寺。金华寺，对不起，那我找人吧。哎，怎么你们都哎，你没听说过，那闹鬼呀、啊，去一个死一个，做人只能死一回。哎，我就留着慢慢的死吧。哎，我多给你两个钱好了。这么的吧，我住那到庙门口。好。
请问壮士，这儿庙里的方丈在哪儿啊？这庙荒芜已久，没有主持。我想在这儿借住两天，不知道壮士肯不肯容纳？我也是借住此地。能找着客店，最好不要住在这儿。是不是这儿不大干净？什么意思？听说这儿常有鬼魔出现。信是则有，不信则无。对极了，所谓邪不侵正，为人正大光明，即使有鬼，何惧之有呢？天色不早，如果一定要在这儿住，难舍楼上安顿。我想壮士歌如洪钟，乱臣则子闻之丧胆，见似游龙，可驱胡虏以尽中原。公子过奖了，我已经没有这个壮志。方今天下纷乱，群雄四起，以壮士这身武艺，还没请教壮士尊姓大名。燕赤霞。听燕兄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。我祖籍陕西。公子我姓宁，草字采臣。哦，
宁公子，是上京赶考的。自幼倒是略读诗书，可是无异于功名富贵。哦，苟全性命与乱世，不求文达与诸侯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天下纷乱，群雄四起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。难道宁公子也要学我这一介武夫归隐山中？唉，中原尽被清兵所据，到处奸杀强掳，无恶不作，加以洪承畴、吴三桂之辈助纣为虐，扬州十日加定三屠，据说就杀了我们无辜百姓190几万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无奈家母年事已高，需人奉养，因此忍辱偷生，实在于心有愧。以宁公子的看法，中兴大业尚有可为吗？本朝的疆土还有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江西、四川、云贵，正规军就有几百万，再加上各地绿林豪杰所领导的义师，不下几千万，怎么说势不可为了呢？而且台湾的郑成功隔海而治，有险可守，是我们中兴最大的希望。唉，国破家亡，兵败身全，招魂儿湘江有泪，从军儿楚国无悬。宁兄，啊，来，天色不早，宁兄旅途劳顿，早点安息。是。请。是秉烛夜游，雅兴甚好啊！天昏地暗，此营英之火聊胜于武啊！如此说来，要沾武兄之光了、啊。有何赐教？早点安息吧。
先把栏杆引，微风暗暗送幽香，杜莎白莲花底西鸳鸯，朱楼画阁年年在，惆怅花容改，中天明月又团圆，似笑丹青孤枕难成眠。什么人？小倩，快点来替姥姥看看。哦。小倩，快来呀！哦，来了。来来来，快来给姥姥看看吧，她拿了一手好牌，不知道出什么了。出这个，哦，二条，对，一万条。刚才你在外面跟谁说话来着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我明明听见你在跟人说话吗？哦，刚才我在外面弹琴，好像有人在偷听。是吗？怎么了？弹着弹着弦断了。哦，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呢？也许是赶考去的读书人路过此地，在东院住的，那也不会闯到我们花园里来呀。那么就是我们的小倩想难了，想疯了。四爷您，依我看呢，一定是个鬼。鬼？嗯，八成是个鬼。哎，一定是个鬼。白莲花底西鸳鸯，素鸳鸯。能成眠，不成眠。你什么人？半夜三更闯进人家院子不算，还要私入闺阁，你有没有受过教养？哼，看你样子倒像个知书明理的人，怎么会如此荒唐？真是个斯文无赖。请小姐万分原谅，我因为听到琴声又看见这首词，兴之所至，忘其所以，实在冒昧失礼。西鸳鸯，素鸳鸯，素，
难成眠，不成眠。不，这两字改得有道理。小姐过奖了，唐突之处请见谅。哎，还没请教先生。哦，我姓宁，名彩臣，是在前院借宿的。哦，宁先生，失敬了。我在填这首词的时候，也觉得这两个字用得不很恰当，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更好的。靳先生这么一改，本来用你原来填的两个字也未尝不可，不过照字义上来讲，用这两个字比较恰当一点。嗯，是啊。画得不成样子，画得好极了，小姐真是多才多艺。没有经过名师指点，闲来无聊随便画的，请先生别见笑。哪里，好，真好，是一幅画中有诗的好画。您说的这么好，可是还缺少一样很重要的东西。缺什么？缺少一首诗中有画的好诗。哦，对对对，好画不能够没有好诗。承您赏诗，就请您大笔一挥吧。我哪儿成呢？怎么，是我画的不好，配不上您这诗？哪儿的话，既然这么说，我只有献丑了。平湖绿满天。山暗暗惜华年，若叫雨盖长相护，若叫雨盖长相护。你是谁？我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。嗯，姥姥，他是……你少说话！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说呀！偷偷摸摸，夜入深闺，勾引良家妇女，哼哼，我只知吐。老太太，您误会了。什么误会？不要你的登徒子，简直是下流无赖，还不给我滚出去！姥姥，住嘴！听见没有？还不给我滚出去！
了吗？哦。小姐，宁先生，为了刚才的事，我怎么也睡不着。姥姥就是这个脾气，万望先生见谅。哎，为了这么点小事，何必劳动小姐呢？其实都怪我不好，要不是深夜闯入贵府，也就没事了。可是姥姥不问青红皂白就无理辱骂，也太不对了。哎，老人家是这样的。小姐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不留你。半夜里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恐惹闲人议论。哎，不情之处，请小姐别见怪。小姐。我是说，小姐，小姐是，我本想请先生顺便提完这首未尽的诗，既然建议，算了。都怪我不好，让我蒋公赎罪吧。半夜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恐惹闲人议论吧。得饶人时且饶人。我来。谢谢你。是我求你，怎么反而谢谢我来了呢？小姐，
你我都是知书达理的人，人言可畏，千万使不得。站住！要是把楼下的燕先生吵醒了，你我都不好看。快回去睡吧，你放心，今晚的事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燕兄早。早，这么早上哪去啊？去收租。啊，宁兄啊，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很好，谢谢。没有听见什么？没有。也没有见到什么？没有啊。哦，回见吧。回见。请问前面这个庙可以借住吗？这个因为客店里都住满了，想在这儿暂住几天。房子倒有，你进去看看。好好，谢谢。您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找个人。找谁呀？刚才进来的那位小姐。小姐？我们这儿没有小姐，刚才也没有人进来过。哦，
也许我看错了。这位先生是啊、哦、我随便看看。请便请便。这位先生说刚才进了位小姐，我跟他说没有，他还不相信呢。嗯，对不起，打搅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幅画是刚才那个小姐送来裱的吗？这幅画挂在这儿已经十几年了。啊？找的就是这个画这个画的人呐、啊，您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他，不过我很喜欢这张画。嗯，这人呢？他已经下世了。啊？唉，说起来真可怜。大概是十几年前吧。有一位上任的县官路过这儿，他的女儿忽然得病死了，据说这个画就是他女儿画的，他为了追念他的女儿，就把这幅画拿来叫我裱，没想到这位县太爷上任之后没有多久也死了、哦、所以这幅画就像个无主孤魂的似的，在这儿挂了十九年了。那这县太爷官印怎么称呼？好像是姓聂，叫什么名字嘛不清楚了。哦，那这画上的诗啊，海臣宁先生也是在此地借住的。嗯，昨天才来的、哦、来来来来，这位是我们今儿早晨已经见过了。宁兄请坐啊。在哪儿啊？就在后边。就是这个，整天的疑神疑鬼的。刚才在镇上就听说这儿闹鬼，这个奴才就怕了，真是一点见识都没有。我来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这么说，本来我不大相信，可是现在。现在怎么样？宁兄真的看见鬼了？没有。嗨，
世间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宁兄啊，话可又说回来，深更半夜的，要是真有个小妞，就算她是个鬼，那我宁愿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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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笑什么？还不收拾行李去？是，下去。哦，真是一点都不懂事。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哎，对，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读书的人最大的愿望，当然是扬名声、显父母了。可是娇妻美妾也是不可少的。不然十载寒窗岂不付诸流水了吗？啊，宁兄以为如何？天色不早了，两位谈谈谈谈。哼哼，国之将亡，必出妖孽。哦，对了，燕兄，我正想问你，这儿后院住的是什么人呢？啊？后边没有人住啊。啊？啊？怎么又来了？昨夜过房先生给姥姥知道了，又被姥姥责骂。岂止责骂呢？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是姥姥打的？那你赶快回去吧，要是姥姥知道了又麻烦。不，我不回去，我永远都不回去了。先生，请您带我离开这儿吧，就算给先生做牛做马，我都心甘情愿。这个万万使不得。为什么？事情固然因我而起，如果让我帮别的忙，我是义不容辞，跟我走万万不可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先生你难道见死不救吗？先生，请你可怜可怜我，带我离开这儿吧。姥姥骂我打我我都能忍受，可是我不能违背良心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哎呀，小姐，小姐试想，昨天晚上姥姥骂我登徒子勾引良家妇女，要是小姐真的跟我走，岂非陷我以不义？再说这是府上的家务事，你知道我是无能为力的。
既然先生不肯带我走，我在此地也无法再住下去了。单身女人带着这个路上不方便，就送给先生略表寸心，也不负你我知遇之情。不，小姐，我不能无故受人家的财物。那么就算酬谢先生给我题诗的吧。我不能受，文章本无价，题诗送同好。小姐要是不把他带走，可别怪我无礼，我要把他扔出去。先生真是忠义之士。你是不是看见那边有人住？没有啊。好、Thank you.
哦，燕兄。燕兄不老实，昨儿个我再三的问你，你都守口如瓶，现在全明白了吧？不过你不用怕，做人只要心地光明，坐得正，立得正，邪不敢侵正。对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有话要告诉先生。我不要听，你跟我出去。先生，我不说，也许先生已经知道了。老实讲，我不是人，我是鬼。那么，你我阴阳有分，人鬼有别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虽然是鬼，可没有害先生的心。阳间有可憎之人，阴间也有可亲之鬼。今天我是为救先生而来的。救我？哼，我只听说鬼会害人，我可没听说过鬼会救人。再说，我有什么灾难要劳驾你来救的呢？今晚三更，姥姥要来伤害你的性命了。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我不犯他，他为什么犯我呢？跟他无冤无仇的人，死在他手里的已经数不清了。凡是到这儿来住的人，没有一个跑得了的。那楼下的燕先生，他跟别人不同，他是个剑客，姥姥不敢惹他的。这么说，他真的要害我？前天晚上他叫我拿美色来迷惑先生，昨天晚上他又叫我拿罗刹鬼谷变的金元宝来诱惑先生，不料先生见美色不起淫心，见黄金不生贪念，使得他无法下手。今天他恼羞成怒，绝不放过先生了。我因为看出先生是个正人君子，不忍见先生横死老妖之手，特地来告诉先生的。那你为什么帮着他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？我本是官家之女，客死此地，被老妖威胁，有人害命，让他吸血，这种寡廉鲜耻的事情，实在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。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？孤魂弱女，势不能敌。除非先生能不显鬼魅，沉我于彼岸，否则沉沦苦海，永难超生了。你说我可以救你，怎么个救法？你快说，只要我能力所及，我一定救你。你今儿白天看到乌鸦哀鸣的白杨树下，就是我葬身之地。如蒙不弃，请将我的尸骨运回故里，此恩此德，来生犬马图报。小姐，我一定遵命。现在雨过二更，三更一到，老妖就来害你了。赶快到楼下去，求那姓燕的让你同睡一房，或者可保平安无事。
去吧，我走了。什么事吗？宁兄，宁兄，啊，有事吗？没有。你看见什么了？没有。那么你听见什么了？啊，听见。好像听见燕兄在叫我。我叫你？没有啊。啊，那就怪了。来来，喝点酒压压惊。哦，八成你看见鬼了吧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再说邪不侵正，既是有鬼，何惧之有呢？哎，是。要是真的有鬼，也自当有神。以宁兄的忠厚真诚，神明也会保佑的。不要怕，回去睡吧。刚才辗转难眠，如果燕兄不嫌弃，愿与五兄做彻夜长谈。人生难得一知己。与知己的朋友谈些知心话，本是人生乐事。无奈我每天早上……那么燕兄请自安息，我在这儿看看书。好吧，不过我睡觉呼声很重，不搅你吗？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些都是经文，宁兄。哎，好极了，我看看可以清心寡欲。倦了，可以在这儿安息。哦。宁兄，这屋子里的东西你千万别乱动，不然对你我都不好啊。是。那么我睡。好。
算他命不该绝。怎么，他没有死？要不是窗格挡着，他还跑得了？燕兄有这样功力，为什么不早把他除了呢？宁兄有所不知，佛家说世间有人鬼神，人善死后升天谓之神，人恶死后入地谓之鬼。可是往往人之可憎有甚于鬼者。我道中人，本不想理尘间事，如今老妖跟我，将势不两立。这么说，我给燕兄添了麻烦了。这是哪儿的话呢？俞伯牙遂擒谢之音，何况些许小事？再说，老妖作恶多端，理应除之。是。这一来，也替他出了一口气。谁？我有个义妹，客死异乡，葬身此地，孤魂弱鬼，受尽老妖的欺辱。明天我预备把她的尸骨运回故里，择地安葬。微风暗暗送幽香，杜莎白莲花底西鸳鸯。朱楼画阁年年在，惆怅花容改。中天明月又团圆，似笑丹顷孤枕难成眠。在此多蒙照顾，娇身不言浅，请上车吧。但愿后会有期。请，请。去啊。正正。玉簪暗暗西华年，若教已盖禅香覆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下车吧，这儿离镇上还多远？哎，没有多远了。我看你还是在这儿借住一宿吧。好吧。我过路的。
是。对不起，老太太，我想在您这儿歇会儿，天亮就走。你坐一会儿，我跟你去拿条被子。谢谢你。劳驾，请问姓燕的，你管闲事管得我